歌就叫做《来跳舞》，掌声鼓励。谢谢。三吼，那时间的时候，整个的监视系统还有空拍画面，随时要连接到我们的公务所哈，包括议员，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乡镇长，如果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反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做处理。那今天是第一阶段的通车啦，后边那个保护的巡，我们彰化县政府会积极的来撰稿哦，整段的工程会在113年的六月来。中华民国111年9月22日吉时，岁次壬寅年，农历8月27日，为彰化县东彰道路南延段新辟以及西周荣光路至二水民生路段拓宽工程，斗中路到中州通车的这一段是我们南延段。那在田中的这个区块，那最主要第一段通车是有利于我们工业区大家进出。那过去工业区的车辆，它要进到市区，透过3-4个红绿灯再转到我们工业区，那常常都要有10-20分钟的一个时间。那今天我们南延段在我们田中的这一段工业区最重要，也就是我们斗中到这个中州路开辟开通完之后，那就可以节省我们厂商进驻的时间，那也可以跟我们乡亲哦，不至于让他们进到市区，影响到我们乡亲的一个交通。那讲哦，路爱通，经济都会好哈。那透过这样，我们一起来打拼经济。那南延段总共经费是12亿，这1.02公1.02。这个公里的一个通车哦，那这个是这个方便我们田中地区，后续我们会紧急来这个努力哦，让我们到二水的地区哦早日来开通。北园段这个也整个都已经在施工了哈，那未来就从台中这个70-40甲线一直延伸到我们国道3号，从台中彰化到云林就变成一个非常方便。那未来针对我们过去在我们东南角这个区块交通比较薄弱，也补足了这个区块，那也能够把二水、社头、田中这个3个经典乡镇的一个旅游或者我们的特色，也可以透过这样把它带出去哦。那在这边谢谢从中央委员跟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县政府以及公所地方民意代表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一条道路的一个关注，那也特别谢谢我们工业区的何理事长也把我们提醒了，所以这边也加速提早了5号通车的这一段斗中路到中州路的路段，来代表我们在今天大家的一起齐鼓一起合作之下呢，让我们的地方交通建设更发达，带动造福地方。